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我们大家吃便当的时间。那今天冰箱要带大家来看这一家，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台中最好的，目前最好的港式餐厅，叫做金月轩。然后他们在公益路上开了一家叫金苑茶餐厅哈。那跟本店比起来，就是相对性就是比较平价消费啦，然后一个人想吃一些港点烧腊哈也很方便。啊，当然因为是名店水准，所以他们的那个价位会比一般的烧腊便当高。哦啊，不过菜色是外面比较看不到的。好，那等我买完，现在在等餐啊，等我买完回家再开给大家做参考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把便当买回来了哈。今天这一家金苑茶餐厅啊，它是那个金月轩开的那个子品牌。刚刚便当拿回来的时候，有一点点的小失望，因为他们外带的餐盒摆盘超级潦草。像我们现在看这个便当哦，那我今天买的是那个烧肉拼烧鸭指定的哈啊。大家看这个肉是一定是好吃啊，但是大家看到这一个便当，是我重新摆盘过才有这样子。回到家的时候，从那个提袋里面拿出来一看，真的差点昏倒啊！就是看起来那个摆盘看起来非常非常没有质感。哦，这我希望店家是可以好好的检讨改进一下哈，毕竟这个一个便当100多块。原价是将近200块，也不是很便宜啊。好，那因为我刚刚到现场看到，就是应该都是工读生在处理啦，因为就是可能餐厅那边把那个烧鸭那些都烧好之后送到店里面来，那他们就是负责就是出餐，所以说可能也是因为这样，在美感上真的差很多哦，可能在店里面用是 OK 啦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大家外带很流行哦，我觉得外带真的要好好的思考改进一下，因为我们用这种圆形的便当啊，虽然说是2层很方便，下面是米饭哦，但是它这个空间就是烧腊的东西就是要拼起来摆起来，整片这样一大片看起来就是很漂亮，因为可能是受限于这个便当盒的关系哦。它整个都挤在一起，那看起来就让人觉得是没有，就是那个食欲会减掉了。那我是建议真的是店家在这方面要好好的检讨改进一下哈。那便当是2层，哦，下面是米饭哦，这个米饭是泰国长米，哦，鲜米啦，然后它有淋上那个烧腊卤汁哈，主菜就是我今天选烧肉跟烧鸭啦。哦，他们家烧肉是一定是好吃的，还有这个是高丽菜，然后一块油豆腐。我今天又另外点了那个佛山圆体哦。来，我真的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这个东西也是我摆盘过的。刚刚回来一开的时候，我真的想说，我刚刚是去花100多块到那个高级港式餐厅买的东西嘛，就是打开真的比有的路边摊摆的还难看。圆体这个东西在台湾比较少见啊，这个圆体哈，佛山圆体啊，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啊。我上一次吃是在澳门的那个本记烧腊，那一次有吃到啊，吃到现在好几年了。哦，那你看他们那个。他们的刀工也是很差劲，有没有？高波波港哦，头后尾薄，哎呀，啊，真的，我觉得真的这个刀工真的是这家餐厅的水准会真的有不太行啊。哦，我今天是自己去店里面外带啊，自取，要打85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试吃哦。那会发现这一家是因为就是前阵子偶然间看到啦，然后我个人是很喜欢吃金月轩的港点哦跟粤菜，因为在台中它也算是顶尖的粤菜馆了。好，但是因为现在就是自己孤家寡人一个哦，要去吃餐厅也是没什么机会啦。那刚好就看到这一家他们是开的以茶餐厅的模式啊，就是它供应的也是店里跟锦悦轩的品质是一样的，所以说今天就特别找机会过去带回来。反正港式的东西哈，它就是没什么青菜的哦啊，所以说它今天有来先看青菜，是高丽菜啦。哦，这个高丽菜，啊，一般来讲在港澳他们都是可能一条芥兰就没了，还是一条青江菜就没了。哦，然后有豆腐，这个就很普通的东西。这个油豆腐，这个油豆腐的卤汁还蛮好吃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用那个烧腊的那个汁来卤，蛮好吃的。然后再来看他们的烧鸭哈，烧鸭，刚好就没话讲，好吃了。来看一块，因为香港食物做正的那个烧鸭，其实都不会难吃到哪里去啊。烧肉，那他们家烧肉哈，就是真的是画皮。你看那个烧肉。这个皮很厉害，因为化，可能有点可惜啊，没有给我那个葱油酱。吃烧肉应该配一点葱油酱。这个这是单点的，那一份它150几块。然后打完折大概140左右，原体。所以虽然切的乱七八糟，但是味道是 OK 的，这是皮 Q， 然后肉也蛮鲜的，没有都不会有那种猪味、臭猪味。那米饭呢？它是那个泰国米，其实吃这个饭，在台湾能够吃到这种吃烧腊便当吃到这种饭，就是蛮道地的，因为他们那边的米就是长这样，这应该是江米啊，那泰国江米，这个蛮好吃的，好，这是好的饭啊，因为我这种长米如果品质比较差的话，你容易糊底。对啊，这个是 OK 的，陪伴。那先吃这个就有港澳感觉就很重了。那但是真正的港澳便当，它就是一个便当盒，然后一大坨的饭，然后上面就盖上那个烧味酱而已，然后有的好运气好一点，它会给你一条青菜，那其实大部分都是肉了。像我们去澳门吃粉鸡，整个都几乎都是肉。哦，好，那其实台湾吃烧腊很就是说你喜欢吃烧腊，其实在台湾算是蛮幸福的事情，因为到处都有烧腊店。哦，那但是你如果想要吃到真正传统道地的港味啊，真的还是要稍微找一下。那也可能只有在比较好的餐厅才会出现这样子。好，那其他的烧腊它是好吃，但是其实它的风味是已经台化了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的便当就介绍到这边哦。那如果觉得 OK 的话啊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美食便当资讯不漏接。那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为止，拜拜。